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箴言第四章第一节：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那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版本，他说 Listen, my son, to the instruction of a father and pay attention so that you may gain understanding。所以从中文从英文我们看到两个关键的词，那第一个就是听，第二个就是得。我们要听什么？我们要听父亲的教训。我们得什么？我们得聪明，英语是更好 understanding。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英语的语境里面经常会说 Do you understand? 你听懂了吗？你明白吗？ Do you understand?所以上海人讲晓得了吗？所以当你听，你就会得到这个 understanding， 不用别人告诉我们 understand， no， we understand。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就想跟大家讲这句话，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我自己我做牧师20年要细算起来其实比20年更长，因为在我们教会没成立以前我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牧养工作，只不过那个时候就更年轻更不成熟。那但是那么多年我在牧养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和我在当时的社会跟教会处境下碰撞以后自己的反思。我自己我看到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很多姐妹，包括我们的孙灵姐妹，我们来信主已经很长时间，来教会也很长时间，包括做同工也很多时间，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明白。我相信那其他的弟兄其他姐妹也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就是我们真的搞不懂牧师你在做什么，我们真的搞不懂我们教会有的时候在做什么。所以我想你们这些困惑，你们这些不解，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也有，当然在这个时候我还有困惑，我还有不解，只是现在的困惑现在的不解是另外一些问题了。我在几天前我去当地的教会那当地的教会是一个以英特尔的那些工程师为主体的一群华人教会。那他们教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他们是1973年，所以跟我们教会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第一他们是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比较多那第二个呢，因为他们也是从一个小的查经班开始慢慢扩成教会的，教会也不断的增长。那他们不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今天人家抓你了，明天人家关你了，所以东躲西藏。那他们因为人不断的变多，人不断的变多，所以他们也有几次搬家，就是因为一开始人少嘛，钱也少，买个小地方。那后来人多了，当然钱也多了，那就得换个大地方，买大地方。所以他们已经搬了40家，我看他们教会的网站介绍，他们打算第5次搬家所以我跟这个教会我觉得有一种 connection， 虽然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但是我感觉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正在他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也经历过的事情。所以虽然我没有机会跟那个教会的牧师聊天，但是我在跟那几个英特尔的工程师聊天的时候，我也感受到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些年轻人里面那种单纯的对主的爱和心。所以我自己我在想，其实教会当然有成熟跟不成熟的区别，教会当然有信心很strong和没有信心的区别，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是宝贵的，就是弟兄跟姐妹对主单纯的爱，单纯的心。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想对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每个姐妹讲，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不一定对圣经很熟，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可能这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去读神学，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永远像刚信主那样对上帝很单纯，
我单纯相信他爱我，我单纯相信他与我同在，我单纯相信他保护我，我单纯相信他会供应我。然后我们也爱神，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牧师对我好，所以我应该做点什么，也不是因为教会对我好，我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在教会做一件很大的事情，还是在教会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无论是捐了一笔很大的钱，还是捐了一笔很小的钱，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爱神。所以我最近我自己，我跟一些弟兄、一些姐妹私下里聊天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就是你可以不捐钱，你可以不服侍，但是如果你捐钱，如果你服侍，就是因为你爱上帝，就是因为你爱上帝。所以我在这个教会，我跟这些弟兄、这些姐妹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有问题，但是我对这个教会的这些年轻弟兄姐妹，我很感恩。就是他们虽然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很单纯，很火热啊，很积极。所以今天我自己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的教会包括我们的牧师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问题的。牧师是罪人中的罪魁，同工也是一群罪人。那教会也是一群罪人组成的，所以我们人有问题，我们教会有问题，但是我们是一群虽然有问题，但是也不断在解决问题、不断在成长的教会，我们是有盼望的。那第二就是，即便在一个有问题的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就像刚刚信主那样，我们单纯，我们单纯的相信神，我们单纯，我们单纯的爱神。那一天他们聚会结束有午饭，这个跟我们也很像。我们聚会结束有午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就聊天，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那我也照着神的感动，我就回答问题。然后坐在我旁边的都是那些年轻的工程师，但是有一位老人那个老人为什么我说他是老人呢？因为他03年就来美国工作了，从台湾，香港人，然后在台湾读的大学，毕业从台湾入了美国公司，然后那个美国公司又把他调到美国来工作，所以03年他就来美国。你算着，我们教会是03年成立的，明年我们教会就20周年了，所以他来美国20年，你想想，他毕业就是20多岁，快30岁了，又干20年，所以50多岁了。他2个孩子都已经工作了，那他就在旁边很认真的听我讲。那我跟我对话的都是那几个年轻人啊。但是这位老工程师就在那很认真听我讲。那他在我跟这些年结束以后，他说：“王牧师，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聊两句？”我说：“没问题啊。”那他在跟我单独聊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他的困惑，而他讲的这些困惑，恰恰是我在过去10年、过去15年，甚至过去20年，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弟兄、我们姐妹有时间，你可以去上网上把我们15周年的录像再找出来。我们在15周年的录像里面有几个段其中一个就叫教会简史。那我就讲到，其实我们教会经历过，我们有一段时间走民主制度，甚至差一点我们都走了牧师的职业化问题。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去看美国教会，我觉得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牧师的职业化。牧师的职业化就意味着他是有业绩考核的。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很感恩我们教会牧师不是职业化，我们是牧师自由化，牧师想干嘛干嘛。你说这不乱套了吗？对，你走吧，这个教会很乱。但是职业化真的是很规矩，牧师是很懂事的，牧师会不会得罪任何人？当他不会得罪你的时候，当他让你很舒服的时候，你的很多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所以今天，如果牧师敢讲一些敏锐的问题，招致教会里一些人的反对，那这个牧师可能下岗的。然后这个牧师下岗，那就很麻烦了。所以人的罪性让我们趋利避害，牧师就会讲一些不痛不痒的、政治正确的。当然，他也不会指出你的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讲，美国一个号称基督教国家，可是同性恋合法、变性合法、堕胎合法，居然在这些
公然反对圣经的议题上，教会完全没有能力。其实坦白的说，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如果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中国教会有能力吗？我们基督徒敢站出来 say no 吗？所以今天我自己，我想，至少我们教会敢说，我们教会不怕罚，不怕抓，不怕打。所以我想，那最近我跟那个弟兄的聊天啊，就停在这几个很关键的问题。我就说很简单，就这次疫情，大家知道，我们在美国虽然教会很小，但是我们一天都没关门。那今天很多美国教会关了门，关了门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我看今天安卓也在线上，安卓知道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我上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还去在里面帮忙那个教会。2个月的时间，我们帮那个教会从50人翻到100人，然后奉献从每个礼拜不到1000美金到每个礼拜至少6000美金，甚至我都跟他们讲，我说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教会每个礼拜可以收到这个10000美金，那也就是说他一年能收到50多万美金的奉献。其实那个时候教会是蛮复兴的，但是安卓知道，因为安卓的一个同事是偶尔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疫情的时候关门，到现在想开也开不起来了，所以他只是众多关门的教会中的一个缩影，还有很多教会在说。所以为什么？因为教会他们有运营成本，而他们的运营成本已经大到他们收的风险没有办法 cover 了。所以这些年我们教会一直在控制成本。我们教会是比较早不租那个教堂的，我们2018年我们就不租教堂了。最近我跟2个大的教会，一个在北京一个上海的牧师聊天，他们也把他们的教堂推掉。所以我心里在想，我们2018年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不理解我们2018年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但是到了2019年，到了2020年，到了2021年，现在是2年，4年后我们成了先锋了，这种聚会成了主流了。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从一个很多教会都受西方的教会影响，我们要正规化，我们要搞民主，到我们教会率先推翻民主，我们公开讲独裁。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跟我讲，牧师讲独裁不好听，讲主教制啊，打字方面的可以打字，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叫主教制。这有文化的人跟我们没文化的人就不一样啊，所以不要说独裁，叫主教制啊。我说意思大家都懂，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对，主教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率先，我们从民主教会中，我们不做了，我们做主教制。然后我们率先从我们租场地打阵地战，变成我们把场地推掉，我们打游击战。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些大的教会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就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压力也太大了。那这2个教会啊，都是很实在，说因为疫情，很多人就没收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的人还有收入，等会再讲为什么我们教会人有收入。那没有收入了，教会自然奉献少了，以前能付起租金，现在付不起租金了。所以还有一件事情，那因为国内的疫情政策，他们打阵地战的政治空间也少了，所以一个政策空间没有了，一个是经济条件没有了。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孙灵姐妹还有那些职场的小伙伴很清楚，传统教会还在告诉你干嘛呢？不要爱这个世界，要爱主。所以那些加班的工作不要做，那些出差的工作不要做，宁可钱少一点，我们找一个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可以能让你正常礼拜的聚会。凡是持这种观点的教会，现在都死得很惨，因为他们鼓励教会弟兄姐妹向世界弱，向世界妥协，向世界弱，向世界妥协，最后我们就被世界吞掉了。那今天我们很早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我想孙林可以作证，我想雪莹可以作证。我常常讲，在中国五一十一串休的时候，礼拜天你们要上班，我从来没有说哎不要去不要去，那一天请假，那一天没差多少钱啊，那一天请假我从来没有，我永远这些年我一直讲去上班去上班去上班，能来就来，不能来没关系。所以我们很早就鼓励弟兄鼓励姐妹，把你的心给神。你在哪儿你都是神的，如果你被牧师忽悠的礼拜天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来教会了，可是你心还在揪揪着，
想着，哎呦，这我今天不去，是不是这会有事？我今天不去，会不会领导对我不高兴？今天我不去，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别人搞不定？所以你人在教会，可是你心不在教会，你来教会又有什么意思呢？圣经说神是个灵，拜他的是心灵跟诚实。所以我想，我们还不如让弟兄姊妹去好好工作，这也是荣耀上帝。那我们当然损失的是那样的礼拜天，我们就人少一点。但是人少一点又有什么坏处呢？至少来的人都是人和心都来的。所以今天我相信，就基于我们教会一直的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几个不同，思路决定出路啊，性格决定命运也是一样。我们几个不同的教导的理念，就导致今天我们收获我们现状。所以今天我还是这样子，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比方说李佳刚刚换了工作啊，可能工作比以前更忙了，可能工作以前要加班。你说牧师，我讲不了晨祷了，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就跟牧师讲，牧师安排别人去讲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为什么？因为你刚到一个岗位，你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你刚到一个岗位，你把工作做好是最好的见证神，是最好的传扬神，而不是哎，我工作这面没搞好，然后这面还得想着去讲晨祷。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李佳，我是公开这样讲，私下的我也跟你这样讲，你自己看一看。因为我不了解你新的工作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你现在有个新的工作，而且很不错，薪水也比以前好，待遇也比以前好。Great，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是一群逆势上扬的教会。我们就是一群逆势上扬的教会，我们在经济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有一个好的工作。因为我绝对相信，就算全世界经济危机，也不可能所有人都下岗，总是有一些工作需要人做的，只要有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我们的。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只要有工作，我们就有工作；只要有工作，我们还不但有工作，而且有那个上好的工作。有信心的打字，阿门，阿门，阿门。我在这个湾区，你们知道我帮一个人，他不是在 Facebook 吗？我接手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整夜不能睡觉了啊，连续一两个礼拜，然后也没有食欲，你知道吗？我说这是成仙的节奏啊，你知道吗？不吃不喝啊，当然了，成仙的另外一面就是离死不远了，那气若游丝。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首先能睡觉了，其次能干嘛了？能吃饭，至少身体恢复了，那革命的本钱呢？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孙林也好，雪莹也好，包括辉姐，他们，你很羡慕，他们很多人羡慕，但是你看看他们生理上跟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对不对？当然，玲姐最近已经这个成功，这个叫什么？这个有一点解放区的意思了，不用加班了。那其他人都在加班呢。所以那个星星也是这样的，那个明月是这样的，对不对？经常加班到这个很晚很晚。我看昨天你们小组聚会，好多人都请假，好多人说这个来不了或者晚一点，为什么？在加班。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姐妹，我们的确有让人羡慕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但是我们也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想，身体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还是鼓励我们弟兄，鼓励我们姐妹，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以前怎么讲了？适当的运动，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所以我自己，我现在啊，这两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感觉，这两天我的中气非常足。我住的这个地方真的是山清水秀的，空气好。我天天至少运动2甚至3个小时，让自己出一身汗，啊，非常舒服。所以我自己我在想，回到洛杉矶，我要把这个好习惯坚持下来。虽然洛杉矶空气不好，虽然洛杉矶这也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但是洛杉矶总会有一个可以让我走、让我跑的地方。所以今天我鼓励我们弟兄，我鼓励我们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身体保护好。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守住我们现在工作岗位，并且不断的仰望主，因为神说你在小事中心，神将大事交你来管，得到更好的职位。所以我自己，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次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你们看新闻，这个国内已经出现那个断供潮了吧？那这个前面是个人买房子人断供了，现在是供应商也开始断供了。所以接下来，如果大的供应商断供，会导致大的制造业
这个就关门。那我想我们 BPO 也是受影响的，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嘛，WS 有一个部门就被裁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客人倒垮了，那客人垮了自然就没有业务了，没业务的公司不会养你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盼望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还是照着我们最近讲的，我们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公司祷告，还为自己公司的客人来祷告。那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再讲一件事情，我看看谁在线上。Angel 在线上，Angel，你家里人还有人种地吗？邓玲，你家里人还有人种地吗？然后冬雪，你家里人还有人种地吗？红雷，你家里人还有人种地吗？这个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自己我想，今年下半年，我给家里面还有人种地的人，我单独拉个群，我要跟你们经常保持联系。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要用特别的祷告来祝福我们家里面的亲人，近亲远亲都没有关系，还种地的，我们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跟他们保持联系，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大的经济动荡发生了以后，你在城里你挣多少钱都没有用，你在城里你挣多少钱都没有用，为什么？你拿钱买不到吃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人已经不种地了，但是你有亲戚朋友还在种地，我希望你跟他保持联系。我希望我跟你们保持联系，他们无论有什么困难，我们都去帮他们，我们帮他们，就希望当真的你在城里买不到粮的时候，你在城里买不到吃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关系，我们有吃有喝。所以还记得吗？王牧师在刚当牧师没多久，我就每年至少2次3次，我去农村教会，我去大连周边的农村教会。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城市牧师，你一个是当时大连唯一一个读过大学的牧师，你老往农村跑干啥？他们不理解。我相信我也不理解。那现在我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所以我在想，我现在很遗憾我不在中国。如果我在中国，我每个月我至少2次，我要往大连周边的农村走，每一两个月我至少要往吉林，我们有兄弟姐妹，黑龙江有农村的，我们去走。所以你们去过我家，那我妈妈她在教会做义工，我也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有时间，尽量去农村的教会，尽量去农村教会，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鼓励他们好好种地。虽然种粮不挣钱，但是种粮可以救命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打字，虽然种粮不挣钱，但是种粮可以救命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如果你们现在看俄罗斯，你们现在看乌克兰，这都是以前产粮的地方。但是你们看俄罗斯、乌克兰现在粮食紧缺，所以当然你说那是因为战争，可是中国没有战争，但是中国有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应景的，众子啊，要听你父亲的教训，众子啊，要留心听 ，pay attention so that you can get understanding， 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我就想，就好像明玉有一次不讲吗？明玉自己讲，他们六个人住一个房间，然后社区就给发一包菜，一包菜里什么一个莴笋，2个土豆，你们还记得吗？你说明玉你不有钱吗？你自己去买吧，你那个钱就是纸，你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银行转账也好，没人要，你花不出去，你也买不到东西，你怎么办？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现在中话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今天感谢神，神给牧师，就是不断的去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去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所以神让我看到未来的事情，不是只是让我看到，也希望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不是让你们担心，而是让你们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备。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鼓励弟兄，我鼓励姐妹，我们去想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是教会？只要有一个人信主，这就是教会，你们同意吗？你不在乎有没有教堂，你不在乎有没有长老，有没有执事，有没有师班，真出事了，全撒丫子跑了。王辉今天不在，王辉在我还愿意跟王辉聊天，你知道吗？王牧师被警察带走了。
全教会没有一个人跟着上派出所上门口等我的，都走了。什么长老啊，什么执事啊，什么王牧师你讲得太好了，什么王牧师我爱你，那人呢？王牧师被抓全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就想，今天什么叫教会？只要你一个人信主，这就是教会。所以只要孙玲一个人信主，他在爱森哲，爱森哲里面至少一个教会甚至更多。只要李雪莹一个人信主，只要他在这个 WS 就是个教会。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们打字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什么是教会，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什么我们得有长老啊，我们得有执事啊，我们得有牧师啊，我们得有诗班的，我们得有这，我们得有那呀，有这有那教会一样关门开不了。但是只要你有信心，你就能活下来，这是第一。什么是教会？只要一个人信主，这那里就是教会。只要有一个人信主，那里就是教会。我讲的信主，你们知道是怎么信？是真的信，打死我也信，打不死更信。阿们。那第二件事情，那什么是服侍神？服侍神不是说我把工作辞掉了，我不干了啊，我今天就到教会里去了啊。服侍神，你把工作做好就是服侍神。所以我祝福我们的李家，好好工作啊，好好工作。我奉主名祝福你。如果你因为工作忙到没时间讲真道，让我知道，这事儿小事儿，你工作是大事儿。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啊，让你也经历从缺乏进入到丰富啊！你以前总担心钱，以后你不担心钱。如果你像玲姐一样，一年50万，你还担心钱吗？对不对？所以给你定个小目标，以后咱就捐20%啊！奉主的命祝福你啊！第三件事情，我们不单单要看现在，我们还要看将来。那、啊、当然，现在我鼓励你们年薪30万，年薪50万。我告诉你，马上我们就有年薪100万美金的了。100万美金，以前我们在中国搞出一个100万人民币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工程师，现在我在陪他走一个三级跳，他从 Facebook 会跳到亚马逊，那亚马逊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工资开到90万美金了，那我说再往上加，凭信心往上加，加到100万。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说我贪财也好，你说我爱世界也好，我就让这个世界贪财的，让这个世界爱世界的看到我们就有盼望了，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去仰望主。你们阿们吧。所以你们看，王牧师收了奉献，可是王牧师有没有给自己买直升飞机？有没有给自己买游艇？没有，甚至王牧师连个房子都没有，但是还是到处去捐钱帮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我们姐妹这样的，你不要觉得挣钱多我没地方花啊。我不知道林姐有没有这样的压力啊？我又没孩子，这车也有了，房子也有了，我挣钱给谁花呀？太多人需要花钱了，至少是我。你把你的这个收入捐出一半来，咱就哈利路亚了，对不对？所以挣50万人捐10%，挣100万人捐出50%啊！所以你还没少。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盼望我们接下来我们教会能有一个农业基金，就是你们捐的钱，王牧师拿来去支持那些农民，因为农民种地不挣钱，没有积极性，那我们就给他钱就好了，让他好好种地。所以到真的没吃没喝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吃有喝。你们有信心的先打字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盼望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我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啊！我先帮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所以我为什么刚才点名那几个人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家可能有地，我知道你们家可能在种地，那就算你们家不种了，那你们旁边有人种地，你就跟他们联系，有什么困难，缺钱咱给钱，缺项目咱给找项目啊，缺什么种子化肥什么农业技术，咱给，就是让他们把地种好了。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们要想到，真的会有中国会有这种情况，突然你手里拿着30万，拿着50万，拿着100万，你买不到吃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相信。我不想恐吓任何人，如果年纪大一点的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讲第一，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教会；第二，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服侍神；第三，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相信主。相信主不是傻傻的我就跪在祷告行，相信主你要看到神在做什么，你要看到未来正在发生什么。就好像约瑟在埃及待了宰相，当了宰相，所以他们家的人全有饭吃，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时代的埃及宰相。我们要钱有钱，要地有地，要粮有粮，我们是不是埃及宰相？奉主的名，你们具体去思考。所以今天啊，我们八月份，我们就把它定为约拿单行动，对不对？两个人杀了20个人，结果就把敌军全部打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得胜者。明年我们教会我们的这个全球的聚会定义就是这个约瑟的聚会，打字方便打字，今年叫约拿单的聚会，我们来的人都是约拿单。明年我们的聚会是约瑟的聚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埃及宰相。啥叫埃及宰相？钱也在我手里呢，地也在我手里呢，粮也在我手里呢，不但我们有饭吃，饥荒我们也不怕，我们家人也跟着有饭吃。所以今天我想，我不管别的教会，因为没法跟别的教会一起玩了，他们永远慢半拍，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讲到这儿你们明白了，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三件事，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服侍神，什么是信靠神，然后两个需要带到的，今年八月份的聚会叫约拿单的聚会，明年的全球聚会叫约瑟的聚会。所以我盼望我们教会弟兄，我们教会姐妹，连同我们教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约瑟，成为这个时代的埃及的宰相。所以有饥荒吗？就在眼前了。有饥荒吗？怕吗？不怕，因为我粮在我们手里呢，地在我们手里呢，钱在我们手里呢。所以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能赚钱的就 double 阿们吗？阿们就打字阿们阿们。今天你们有工作的啊，有生意的，你就打字 double， 不会打英文打中文，双倍。我希望，因为在荒年的时候才这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路遥知马力，疾风识劲草。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成为这个时代，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到对神的盼望。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